点点啊，莫有白出声。若无，我甲你变作尸体，你赶快无好多出声。啊，之前已经有一摆经验啊，即摆我行到安尼哦。来，我甲你笑笑。你莫看我，紧走。你放心，我袂对你后背来啦。啊，顶个也是柯小平出钱，爱我对你动手。今日无人付钱，我袂做亏本生意。你啥物会伫遮？你毋是应该咧走路？是啊，啊为什么我后世人拢要坐家咧？我摕柯小平的钱，煞倒位拢袂使去，啥物拢袂使做。那你想要安怎啊？今麦有真侪人要找我的麻烦，我要想办法出去。看是要去美国，还是去欧洲，重新开始我的人生。所以，爱麻烦你帮我安排一下。你找唔到人啊啦！你应该去找柯小平，甲你斗相共唔得着。对柯小平来讲，我今麦已经完全无利用的价值啦，伊才袂吵我咧。啊，不过你找我嘛无效啊，我只是一个普通人呢，啊，唔是啥物有权有势的人啊，对不？你袂记啊？你的亲家是大业集团啊，你二姐夫是跨国企业的总经理，替我伫国外安排一个，应该是真简单的代志。你爱我去找我二姐夫，甲你斗相共，我做袂到啦。王雅婷，这是杜成欠我的，你无要答应嘛，啥会答应啦？飞弟啊，我是一定甲你跟牢的。在你说服叶志成甲我斗相共进前，我会一直甲你提。提久啊，会发生啥物代志，我就唔知啊。好，我答应，我答应你，我会去找我二姐夫，甲你斗相共。凊彩讲讲无准算啊！你爱花一个时间。当然嘛是愈紧愈好啊！若无你以后去找阮成的麻烦要安怎？而且甲你送出国，对阮来讲有好无歹嘛。我会去找阮二姐夫甲你斗相共的啦，伊一定会认同我这个想法。你头壳袂歹哦，那呢，我等你的好消息啦。我照顾你遐，结果你讲甲猪共款，你要选择做尸体，我心全你。手管我，让我出去，来我王亚婷的平安啦！你去给亚婷放过，莫回来。一定就听了，你小心点，姐，我随去救救我车。公平今麦状况安怎？公平迄受伤的空脆足深的呢，一开始佫因为失血过多休克，我家在救护车有随赶到伊，改善过来病宜。啊，不过医生讲哦，伊的手部神经受损啦，若是要恢复，过一段时间。陈嘉诚这笨手，都已经摕到钱啊！现在歪走了远远远的，后盖若是我拄着，我绝对会放伊耍。我嘛无想要阁看到陈嘉诚这人啊。对啦，啊你嘞？你敢有安怎？敢有惊着？无啦，我无代志。好佳哉，公平有挂到位。看起来这个，我真正是欠公平一个真大人情，拢欠袂了。